啊，对啊，我的朋友也很欣赏菲利普的画。是怎样？你不是叫雪莉投资菲利普的画吗？我原本哦要提钱投资菲利普的画，我已经答应一菲啊，结果哦家己借乎你，害我对一菲失信啊。安尼哦，罗小姐，是嘞，把你的钱取走啊。你佫甲我讲，菲利普的话已经全部拢予一个富商铁粉买去啊，拢无咧流通啊。一菲，你是安怎买到菲利普的画？哦，我就讲罗小姐真厉害，会当予富商割爱。啊，不过我就奇怪啊，像像你这样有办法的人，是安怎会无介意社交，会这样孤僻啊？雪莉，来。我昨下嘛甲阮妈讲啊，你做阿五千万的代志。伊讲伊过几阵仔来台湾，一定爱甲你见面。嗯。你敢知影我拄到谁啊？谁？是嘉豪哥，佮有黄雪晴一家人。那就拄好啊。可能因怀疑我的身份，偷偷对来我佮黄雪晴约会的所在。嘉豪哥伫我细汉的时阵真照顾我，佮有阮妈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今嘛颠倒是我爱骗伊，我的心内就袂得过的。有影。虽然黄雪晴伊足恶一个，啊，不过勇哥其实对咱袂歹，阿妈真照顾晨晨。啊，今嘛因为黄雪晴连勇哥嘛爱做伙陪，我心肝内嘛感觉袂得过。这嘛无法度啊，嘛只好等啊代志结束以后，就甲勇姐回去了呀。我有真侪届拢想要甲嘉豪哥讲，我就是较早抱过迄个高志明。我真惊嘉豪哥知影我写这个桃花剧以后，也唔肯原谅我。你别烦恼啦，嘉豪甲我自细汉做伙大汉，我真了解伊的个性，伊绝对袂因为这件代志跟你计较的啦。哎，对啦，志明啊，买珠宝送我迄个人查到的。哦，我已经查到出售的珠宝商了，应该真紧就会当确定送的人是毋是够啊。